会把你为我家头家走的股份提倒转来，我绝对袂让你有机会，伸手来阮爸的公司管东管西。你卖叫是吼，你永远会咧报这个唔正经啦，我无让你跟他报一算啦。家风改造是罗瑞安去对付江道成，我有详细计划在进行诶，你得讲出来哦，不要大家对误会这么深。啊，负面调动的代志，咱大家都能到想办法啊。安尼，叫咱的右手，跟我妈妈去改姓改姓。我就看明仔载你准备一出好戏，我再来决定。我要你把我股份吐出来。总裁，瑞安给我三三，还给我签一条照。江道成这老妖头个性啊，我真清楚啊。伊表面上答应人的代志拢会做甲到，其实拢有后步的啊。伊无遐尼简单就献出伊底牌。恁廖总讲，给我一部分的钱，就等甲我挂做心。伊的股份哪有啊？我也要跟阿玲讲，不可能啊！我绝对要跟你离婚，我那高魂就还不好你。喂，珊珊，珊珊，珊珊啊！人真正真粗残，就你把珊珊杀了去。你家己看，我把真正解药拢摕来啊！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威弟，你把珊珊害死啊！我嘛无在里面活在这个世间，卡说这那真正是毒药，人咧拄好搞我头死，阿玲就无人会再搁利用我，搁以为遐尼好人。阿玲。卢碧啊，你是在做啥啦？紧吐出来啦！紧吐出来啦！卢碧啊！